腊八节是中国农历年中的最后一个传统佳节，古代称为腊日，农历腊月初八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成道吉日。每逢腊月初八，各佛寺都会举行隆重的腊八节，熬腊八粥，施粥于十方善信，来纪念释迦牟尼佛成道。腊八粥又称为福寿粥、福德粥，意思是说可以消灾免难、增福增寿。匈牙利佛教界携手匈牙利华人热心公益机构，本着为广大善信及诸有缘广结善缘，继承佛教传统，发扬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，并于2022年1月10号上午10点到12点，在欧洲广场和唐人街举行此次施粥活动，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份温暖的情谊。值此佛陀成道殊胜之日，以粥为缘，普济众生，更祈愿世界和平，疫情驱散，人民安康，幸福吉祥。